好，欢迎大家今日来到这个工作坊。咁我谂你身边可能有时有啲朋友咧会唔记得嘢，或者屋企人会唔记得嘢嘅。咁你又会闹佢啦，你系咪有失智症啊？或者以前所讲老人痴呆症啦？咁希望我哋今日可以透过呢个少少嘅讨论，咁令到大家可以对失智症加深少少认识。咁喺我哋讨论之前希望俾大家睇下以下嘅片段啦。妈，饮杯茶先啦，我乖啦你。咦，原来你琴日要去老人科医生个复诊嘅，咁医生讲咗啲咩啊？哎呀，我唔记得咗去复诊啊，我仲同边个去打麻雀咯。妈，乜你啲记性越嚟越差噶，又唔记得去复诊，仲连同边个去打麻雀你都唔记得，你下次记住将呢啲情况话俾医生知啦。知啦，女。都唔系啦，下次都系等我请假同你一齐去见医生啦。你话点就点啦，女。好啦，啱啱又睇完片段啦，咁你哋认为片里面嗰个阿妈究竟有冇失智症咧？直情系有啦，佢啊连复诊都唔记得，仲有啊成日同佢打麻雀，嗰啲麻雀嗰个名佢都唔记得。唔记得，我连我啲女朋友个名啊都唔可以一个个记得晒啦，唔通我又有失智症咯？我就话冇啦，都要视乎佢之后记唔记得翻啲嘢先正可以下判断嘅。人人啊都会有时唔记得啲嘢嘛，如果一时唔记得，即系失智症啊？咦，咁听你咁讲，讲唔埋喎，咁究竟系唔记得就系有失智症啊，定系唔记得啲女朋友名咁重要就有失智症咧？咁我哋不如听下老人专科医生咧，佢点讲啦？如果系单凭咧嘅老人嘅失智症咧，系因为嗰个症状系话记忆力咧衰退咧而诊断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可能有机会断错症嘅，因为好多人咧嗰个记性可能会暂时失去啊，或者佢系唔好心情啊，冇去注意啊，咁佢都会唔记得啲嘢嘅。所以老人嘅失智症咧本身咧有好多种嘅。一般而言咧，佢哋嗰个嘅短期记性咧系好短嘅，但系咧亦都有好多类嘅。有啲嘅老人失智症本身咧就我乜嘢嘢都唔记得啦，你讲乜嘢俾我听我都唔记得嘅。但系有一啲咧，佢咧就好似我哋将啲嘢摆咗上架，暂时性唔记得，但系有机会咧过多一两分钟、五分钟咧，佢系抄翻出嚟嘅。所以咧，老人嘅失智症咧系有好多种，而咧我哋唔可以净系单凭呢个记忆力嚟做判断，我哋咧需要咧攞一个好详细嘅病历。做一个身体的检查，然后我们才可以判断症，这样才会准确的。如果不是我就可以做了很多笑话出来，或者诊断了很多的不准确的东西出来的。听完陈医生所解释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说一个人有没有失智症其实不是靠一次或者两次的情况就判断的。现在不如我们又看看下一个片段了。老婆，我好肚饿啊，几时有饭食啊？我煲落汤啊，斩晒料噶啦，但系而家咧，咁我煮落米，好快有饭食噶啦。哎呀，王太咁好啊，咪揾我倾偈啊？哦，哎呀，讲起打牌啊。我琴日嗰铺牌啊，俾我个三番接足啊李太嗰个都爆牌，哇！激到佢弹起，几开心啊！哦，系啊，哎好喎、啊，系咧，而家嗰啲超级市场啊，好多都大减价喎。你知唔知道边间超级市场嗰啲米最平啫？啊系啊，咁我听日去买咯，吓、啊？是啊，陈太斤都20磅，我就话唔似咯，我都拣到啦，咁就老婆啊，究竟要等几耐先有饭食噶？唔同你讲啦，开饭啦，开饭，老公啊，我而家真系煮饭，煮面快啲啊，别煮面啊。片里面的情况是不是熟口熟面呢？那你觉得在片里面那个女士究竟有没有失智症的病征呢？
我就话冇啦，我都试过好多次啦，开饭嗰时先发觉原来未擦擦须啊，吓真系乌龙。我都话冇啦，我哋啦好多时咧会突然之间分心噶嘛，好平常嘅事，千祈唔好自己吓自己噃。当然系有啦，我啊做咗咁多年煮饭婆啊，如果有咁嘅事情发生咧，我即刻啊嗱嗱声去揾医生嚟帮我噶啦。煮面就煮面啦。我肯同老婆讲噶，煮多几个面，我想见多你几面啊嘛。哇！如果做老婆可以有一个咁好嘅老公就好啦，唔记得嘢，仲有句口甜舌滑咁氹翻，就真系咩都唔使惊啦。但如果好似正话片中个女士咁咧，就真系有啲担心。不如我哋睇下老人专科医生又点讲啦。啊，好多时如果日常我哋嘅一啲做开嘅嘢，一下子忘记咗个步骤咧。譬如剛才那個例子話佢擺咗啲米落個飯煲度，但係呢跟住唔記得咗插掣或者撳掣去煮飯呢，其實都未必一定係等於老人失智症嘅。因為好多時呢，當我哋個好忙碌嘅時候，或者呢有好多事務一齊要做呢，譬如有時而家好多人呢真係同一時間呢又聽電話又睇電腦又要睇住啲細路仔做功課啊，跟住嗰邊呢又要搞其他好多嘅事務呢，好多時候我哋會分心呢，其實係會導致我哋呢忘記咗做一啲常做嘅嘢，所以淨係咁樣嘅話呢，就唔可以呢診斷得到係老人失智症嘅。咁好多時候一個最重要嘅分別呢，就係如果嗰個老人家佢一向呢做開嗰樣嘢係經常都做嘅，或者呢係佢嘅專長嚟嘅。譬如舉個例呢，一位女士，譬如佢係好叻煮嘢食嘅，即係或者一向屋企嘅飯餸啊，即係煮一圍酒都得嘅咧。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咧，譬如連買條魚翻嚟，佢都唔講得出佢點樣洗乾淨條魚，我點樣去醃，然後跟住咧落啲配料去蒸熟一條魚咧。但係我哋知道佢根本咧可能蒸魚蒸咗30年、40年，而一向係蒸得好好嘅話咧，咁我哋知道咧呢個可能就會係一個問題咯。咁同一道理呢，譬如我哋問一個婆婆，佢從來冇讀過書嘅，咁我哋叫佢計一啲加減數，譬如話要佢由100減7，即係呢個係我哋經常都會做嘅一個測驗啦。咁佢真係減唔到嘅話呢，咁唔等於呢個婆婆一定就係老人失智症囉。但如果同一嘅情形，我哋叫一位以前係一位數學老師嚟嘅，咁我哋叫佢做一個相同嘅題目，咁如果呢佢即係我相信就算呢位老師呢，如果佢冇老人失智症嘅病呢，可能佢到80歲或者85歲呢，我相信佢100減7一路減落去佢都唔會有問題嘅。咁即係同一道理，就係如果嗰樣係佢嘅專長而佢真係做唔返嘅話呢，呢一個呢就變成一個重要性囉。聽完朱醫生講之後呢，我諗大家都應該冇咁驚啦，因為呢原來唔係一唔記得嘢呢就等於有失智症嘅。咁平時講開失智症呢，通常我哋都話記性差唔記得嘢。咁但係究竟失智症呢會唔會影響一個人嘅語言能力呢？當然會影響啦，有啲口齒不清，有啲當個廚房又話係廁所。會㗎，我見過一啲失智症患者呢同人溝通好困難，經常都詞不達意。我就話會啦，有時都聽唔明佢哋講乜嘢。我就唔同意啦，我老婆啊好多時想講嘢噏到口唇邊，佢自己都唔知想講乜嘢，唔通佢有失智症咯？哇！我而家有啲戥你擔心多啲，正話你又講老婆，再前啲你又話女朋友，咁咧我真係擔心你嘅語言能力有冇問題啦。嗱，我哋言歸正傳，不如我哋睇下咧言語治療師咧講下失智症嘅人士咧喺邊一方面咧會受到影響啦。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在溝通上面有很大的障碍，那我们可以统称叫做失语症。那其实失语症就是等同一些中风的病人，那他们中了风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溝通的问题。那简单地说呢，就是他们失智症的患者呢，他们可能初期的时候呢只是对一些物件他可能噏不到个名称，譬如他揸住支笔，那他讲不到个笔，咁佢可能講錯咗話要攞張紙，咁
初期嘅時候咧，可能佢身邊嘅人以為係啊佢講錯啫，咁啱講錯個字。咁但係慢慢久而久之咧，佢係由講唔到一件物件嘅名稱咧，進而佢可能係講唔到一啲句子。咁因為佢嗰個溝通上面嘅困難咧，影響到佢同人哋嘅溝通。咁可能啲朋友或者啲親戚問佢一啲問題，佢係完全唔明白個問題，咁佢就唔可以去同人哋有進一步嘅溝通。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失智症嘅患者喺後期嘅時候咧，佢哋可能係完全喪失咗佢嗰個溝通能力。咁我哋都其實失智症嘅患者咧，佢哋喺一開始有呢個病嘅時候咧，佢哋係需要接受言語治療，咁由言語治療師去幫助佢哋，係希望即係訓練翻佢哋嗰個語言能力。嗱，聽完言語治療師講解之後咧，就會發覺原來失智症嘅人士喺語言同埋理解能力方面咧都會受影響嘅，可能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好多時就會產生好多誤會啦。而家不如我哋睇下跟住落嚟嘅片段啦。好，睇完啱啱呢个片段啦，你哋大家认为片里面个阿伯究竟喺边方面出现问题呢？梗系判断有问题啦，点会唔知冷同埋热嘅啫？我就话佢身体有病咯，我就话精神有问题啦。我就话未必啦，人人都有衣着嘅自由嘛，将来可能成为衣着嘅潮流都未定啊。好，听你哋咁讲，究竟片里面阿伯真系好新潮啊，定系判断力有问题呢？不如我哋听下职业治疗师点讲啦。失智症的患者咧，佢哋嘅抽象思维同埋判断力咧，都会受到影响嘅。所以咧，佢哋有时唔能够作出一啲可以顾及自身安全嘅判断。简单嘅例子，好似咩天气着啲咩衫啦，有病嘅时候应唔应该睇医生啦，对于失智症嘅患者嚟讲咧，佢哋都系难以判断嘅。好啦，我哋普通人唔想去睇医生，可能系因为我哋怕见医生啫，讳疾忌医啫。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就睇唔到，唔睇医生到底会有咩后果啦。好似刚才片段里面嗰位伯伯，佢大热天时着住冬天衫，日光日白咧就着住睡衣出街，都可以反映到咧佢嘅判断力咧系有问题嘅。听完职业治疗师所讲解之后咧，我哋就知道失智症嘅人士咧，有时判断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嘅。就因为咁样，有时咧佢哋唔单止影响自己，亦都会影响佢身边嘅屋企人。咁不如我哋而家再睇下另一个片段啦。老婆啊，我抄来抄去都抄唔到我只手表，你系咪拎咗俾第二个男人啊？哇，你有冇再野蛮一啲噶？你无端端就喺度疑神疑鬼，你以前啲脾气都唔系咁样样噶。嘿，话你两句就喊啦，你廿岁嘅人。哎呀，衰佬啊，你睇下你个表啊，一直戴喺你个手上面啊，仲话我啊有第二个男人，我整你唔顺啊，我要离婚啊。嗱，片里面嗰个老婆咧真系惨，无端端系咁俾个老公闹，你估咧性情大变咧同埋疑心大，系咪失智症人士会有嘅病征咧？我话就唔系啦，搵嘢啫嘛，人人都会有噶啦。不过咧，性情大变咧，我哋又要研究一下个原因喺边度啦。喂，我就话系，失智症患者嘅情绪咧起伏好大，经常都会发脾气噶。我话佢直情系发神经，一俾着我啊，我即刻同佢离婚啦。咁嘅男人边系男人嚟噶嘛？老婆梗系要嚟锡，同埋要嚟尊重，唔系要嚟冤枉噶嘛？你咪讲真噶，珍珠都冇咁真啦、啊。嗱，我哋唔好理佢讲真定讲假啦，不如听下社工点样讲啦。其实头先嗰位人士都未必一定有老人失智症嘅。咁如果要断定系咪真系有老人失智症咧，性情大变或者一啲性格嘅转变咧，喺我哋随着年纪嘅增长咧，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如果真系有失智症咧，
那位老人家可能会有思绪混乱，会变得比较孤僻，所以呢这些都是一种的征兆，还要看看有其他的症状和因素的。那么家人，如果你屋企真的有位患了老人失智症的老人家，又有多疑或者性情大变的情况呢，社区上都有很多不同的服务可以帮到你的。可以参加不同的支援小组，可以跟其他的护老者倾诉一下。还有可以参加不同的讲座，都可以学下什么叫老人失智症，一些照顾的技巧，同埋学一些沟通的技巧，令到大家呢都可以学习下怎样可以沟通好一点。咁所以呢都鼓励大家可以去社区上唔同嘅机构啦，都可以搵到唔同嘅资源去帮到你嘅。听完社工所讲之后呢，我諗大家都明白到如果疑心大嘅话呢，可能会引致呢同屋企人呢会有冲突嘅。但係如果换转好似以下咁嘅情况，屋企人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呢？喂，吴太啊，几好几好，你有心啦。唉，不过咧，最近啊，我老公啊，佢咧就诊断出咧，佢有失智症喎。唉，所以咯，佢而家呢轮咧就日日坐喺屋企度，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咁样样。唉，医生就话，如果咧俾多啲训练俾佢咧，就可以减慢啲衰退嘅。唉，弊在我都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嘢先至可以帮到佢呢。唉，我都唔知点算啊。好，你哋大家都睇到啦，其实片里面嗰个老婆呢真係好担心喎。如果换转你係佢老婆啦，你哋觉得有咩活动建议俾佢呢？唉，你真係唔明男人嘅心事啊。我话呢个男人梗係嫌佢老婆烦，日我夜我，所以坐埋一边冥想一下。又或者佢個人比較文靜一啲呢？冥想、文靜、逃避啫啩。我呢就話呢，兩公婆呢最好多啲傾偈，得閒攞啲相簿出嚟睇下，回憶係以前嘅事，仲有幫助添啊。有啲人話打麻雀呢可以鍛鍊下腦筋喎，或者對咗患者係有幫助嘅。喂喂，你哋知唔知啊，怡康中心啊，有啲專係為失智症患者而設嘅日托中心啊。我帶咗我奶奶去咗幾次之後呢，我發覺佢個人又開心咗，又活躍咗。嗯，正。除咗你個意見之外呢，我諗佢哋個個嘅意見呢都幾唔錯喎。不如而家我哋聽埋活動治療師呢有乜嘢其他好嘅意見啦。活動治療其實對於患有失智症嘅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咁有好多研究報告指出呢，活動是能夠幫助患者減輕和延緩他們的病情惡化，亦都能夠增強他們的記憶力、認知力，改善他們的社交和情緒。有很多種不同的活動都是適合一些失智症的老人家去參與的，譬如說一些懷緬治療，就好似背後呢個報警咁，我哋可以用一啲物件或者係舊嘅相片呢，係令佢哋記得返以前一啲生活嘅片段，裏面有啲好開心嘅時間。咁我哋同佢哋喺傾談之中呢，就可以刺激返佢哋嘅記憶力。咁亦都可以利用呢啲相片呢，我哋改一改譬如將家人嘅相片呢由以前一直鋪排到而家，咁就令到呢這個患者可以認得回而家家人的樣子，增加他們的認知能力。其實參加活動除了對一些患者自己本身很有益之外，亦都是給了家人有一個休息的時間，所以參加一些日託的活動亦都是對患者非常之好的。聽完之後呢，我想大家都明白到有意義的活動對失智症的患者很有幫助的。現在不如我們再看看最後一個片段了。老婆啊，你又话叫我买豆腐，你喺成雪柜都系豆腐啦，依家上仓咩？老豆，我真系觉得你要带阿妈去睇下医生啦。你知唔知我头先打开冰格见到啲咩啊？系烫豆啊！烫豆？唔系啊嘛？重复购物或者系将物品放喺错误嘅地方，
其實呢啲都係失智症嘅特徵。好似片裡面嗰位太太咁，佢買完豆腐又再買，然後又將個燙斗放喺雪櫃裡面，其實都反映到佢對物品嘅認知呢係已經受到佢病情嘅影響啦。如果病情係屬於初階段嘅，其實可以透過環境嘅提示呢嚟將個病情呢對佢日常生活嘅影響盡量減低嘅。好似片中嗰位太太咁，如果佢出去買嘢之前打開個雪櫃睇一睇裡面已經買咗乜嘢，咁就可以避免買咗咁多豆腐花旗啦。另外亦都可以透過日曆啦、鬧鐘啦、記事簿啦嚟幫助患者掌握時間嘅概念嘅。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由於患者對於物品的認知已經受到影響，所以一些危險的物品好像利器、藥物，大家一定要妥善保存。其實環境的改善對於患者是很有幫助，但是藥物呢亦對患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就聽下藥劑師怎樣說。藥物治療對失智症和他們的家人有肯定的幫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家人一定要對病人服用的藥物有正確的認識，因為藥物要用得適當才能夠發揮最高的效能和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有一點我很想你們知道的，就是失智症的病人因為年紀的關係，所以呢他們大部分呢都是有其他的健康問題的，是高血壓啦、心臟病啦、還有骨質疏鬆啦、排尿又有問題，所以呢就是多數都是用很多種藥物的。所以呢我建議呢你們呢就是要家人呢就是要跟藥劑師是時時溝通，就算病人呢是只有失智症，但是呢他們亦都需要多種藥物來到幫助他們的，因為他們可以食藥物呢可以減低記憶的流失，同埋呢藥物呢亦都可以舒緩他的情緒。家人同藥劑師溝通的時候呢，藥劑師就可以詳盡地解釋每一隻藥的作用的效益，同埋正確的服用方法同埋時間，還可以避免藥和藥之間的相互作用，因為很多藥有時是不能夠同一個時間服用的。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你們一定要去同一間藥房買所有的藥，這樣藥劑師就可以有你全部的藥物記錄來到幫助你。你們除了時時跟藥劑師溝通之外，你們還可以參與社區辦的藥物講座，來增加你的藥物管理的技巧。相信大家看完以上的片段和聽過這麼多位嘉賓和我們講解，對失智症應該多了很多認識和了解的了。其實我們知道不可以隨便因為一些健忘的情況就當作自己是失智症來自己嚇自己，但是我們亦都要及早察覺屋企有沒有身邊的人呢會有失智症早期的症狀，因為我們知道早期的診斷和我們的介入呢是可以幫到個患者和他家人很多的。而康中心今次很開心得到延齡草基金的撥款 Trillium Foundation， 我們可以製作到這一套這麼有意義的短片。我們製作這個短片的目的呢是希望喚醒社區人士的關注，是幫他們更加積極地去面對失智症的問題。其實在社區裏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資源和專業人士呢是可以幫患者和家人的，正如我們剛才在短片裏面見到的老人科醫生、藥劑師、言語治療師、社工、職業治療師等等，其實他們都是在這裡可以繼續支持他們家人呢幫個患者怎樣去渡過他那個難關的。在患者的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服務可以幫到他們的，包括在家裏面呢有個人的輔導服務、個人的護理服務，亦都可以透過我們的交通服務呢將老人家或者患者帶到社區中心參加老人日間的服務。因為透過活動呢其實很多患者可以減低或者減慢他記憶力衰退的能力，亦都讓家人有機會可以休息一下。在社區裏面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服務是幫患者的家人的，包括小組的輔導、
个人的辅导、教育讲座和很多不同的工作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学到一些技巧，怎样去处理患者一些个人的行为的问题，甚至乎是情绪的问题的。所以怡康中心的护老教育及资源中心的设立正正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各位对于我上述的介绍的服务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在办公时间致电怡康中心，找我们当值的社工联络。我们要勇敢地踏前一步，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上面有很多人士和社区资源是帮助我们的。